比啦，长荣那个不用比，里面有一条新船。新的。新。就 Ever Free。啊，停在这个码头啊，你等下可以过去看、啊，从前镇渔港那边都可以看得到11万吨松岛。但是也是今天晚上8:30要出港的时间一直在改。那个不是啊，那是中友的拖船啊。这个吗？这个是那个海事工程的那个受泥船，它装土之后出去填海造路。出去外面。嘿，然后它的底舱可以打开，打开之后就是把土那个嘛卸到那个从卸到海底啊。他们填海之后都是用这种受泥船，那时候是无动力的，这时候是有动力的，自然式的。那是无动力的。